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Officer CK 的频道，我是 Officer CK。今天呢，我来为大家带来一个 FICO Kinetic 的模组测试。OK， 好，今天呢，我是利用这个 FICO Kinetic 的那个模组啊，来玩一下。这个 FICO Kinetic 的模组呢，是有一位YouTube 朋友们他所要求的。然后呢，他说：“Officer CK， 你们可以做一个 FICO Kinetic 的模组吗？”OK， 我就说 OK， 没问题。我去上网去测查的时候呢，FICO Kinetic 的模组呢，暂时还在 WIP 的版本，也就是 Work in Progress， 还没做好。OK， 还没做好，只是说有一些东西还需要到FICO Kinetic 的模组创作者呢，他还有东西还需要再改装，还需要再还要做一点改进的。那么呢，没有关系 ，WIP version 还可以玩的啦。OK，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来给大家测试一下。OK， 现在已经开始了。刚才 FICO Kinetic is equal to true。现在我们可以抓这个某某人啊！别忘了，我今天是扮演这跟任何市民们都不熟的人物，然后呢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啊。OK， 来，我抓他先。我抓你朋友了。你的这个朋友，你看样子他被抓的样子，你看他被抓的样子是那个头整个好像熬着这样子的样子。OK， 来，你要你的朋友吗？给你啊。还跑啊！别跑啦，我这边有人是可以吓怪的，乖。里面这个女子。我丢进去这玻璃杯里面，开门了，哇，这人丢进去里面哦。OK， 这你只可以给我抽出来吗？抽不出来耶，抽不出来，他死掉了，我抽不出来，他从他们闯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测试另外一个，就叫做我们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方吧。Alright， 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荒野地区啊。来，这辆车可以给我过来吗 ？Come on, baby！ 哇，我的人连这辆车子都可以拿上来嘞。等一下，我先把它给丢过去这辆车这边，可以吗？一二三，丢！果然可以的。哇！用这辆车，感觉要着火这样哦！哇哦！这感觉整个东西变成 slow motion 这样哦。我调错了什么？应该没事啊。好，没事。很多人开始跑了。Come on, baby. Yeah, baby. Come on. I need you again. Cannot. 懂为什么啊？因为我有一个 time second， 这个好像有一点像 Tano 这样子啊。这什么车被爆炸了 ？OK， 爆炸了。我可以跳过来了。这个是跳的那个 effect 啊，那个功能。OK， 跳的那个功能。哇哦，这怎么也说不上感觉样啊。你看，这整个东西变样子的，其实有点奇怪。OK， 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是爆炸的话呢？No, don't catch me, don't catch me, don't catch me. OK. 你要抓我是不是？来，我让你给你身体着火吧。
OK， 这个模组可以用利用，其他的模组有几个还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也是觉得有点不能够。我去找别的警察试看一下，跳，啊到了，等一下，我按好了，我按着那个人说话，他没有反应了，他没有反应了，然后只有这一个有反应，跟这一个也是有。这个也是没有反应啊，各位，这个是没有反应。这个呢，爆炸，有啊，有反应吗？没有。还可以撞人哦。哇哦，哇哦 ，OK， 我还是觉得我要时间暂停有吗 ？Freeze。切入东西，暂停了。OK， 然后这个是什么？哦，是做出另外一个塔出来吗？还是什么？哦 ，I see， 我知道了，这是有没有用途哦？比如说一辆车子在那边是吗？我 click 它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因为我是这样子抓着它，按给它扁，看，它车会越来越小个，越来越小个。哦哟，哦哟，哦哟，啊，着火了，着火了，谢。OK， 然后我现在测试什么？这个雷电，杀死你！哎，我杀不到他们哦。这个应该很可怜哦，这样子杀死哦。先让我们申请着火吧，这个着火，这个着火，这个着火。OK， 来 release。Oops。对，第一号。OK。着火。今天很多人将会受伤哦。Hello， 着火。OK，Give your car got problem。通常我这样子跑的时候呢，都会比一般人还来得快很多，因为他的力量呢。总算是有那种感觉到好像 Hollow Man 的感觉这样子，哇、wow, ，That's crazy man， 还有是疯狂的那种跑法，你看 ，Oh my god， 哦哦哦哦哦，哎，干嘛、啊？怎么我自己都一跌倒？他这辆车给我撞到这样子哦，来直升机给我过来，我需要到你，直升机过来。Yeah, baby， 丢啊！好像踢球这样哎，还可以起飞哦。OK， good， 乖，还不放弃吗？可以跳吗？跳不到，没关系，那，哦，差一点点，哎呀，差一点点就可以丢到它了。OK， 还有什么东西要测试的呢？OK， 有一个，这个是黑洞啊，这个黑洞大家看一下吧，我捞多一点警察过来先。来，警察快点过来，全部过来。好了，过来了吗？过来了啊，还有警察吗？还有警察吗？那边很多位啊。OK， 来，我们开始我们的黑洞，一二三。打我、啊！打我、啊！哎，我的黑洞哎！啊，这有点问题，我要死！黑洞好像行不通了哎。
freeze, everybody freeze, 不要动 ，OK? 我要测试一下我的这个黑洞先，我这个黑洞好像有点问题哦。啊，可以，好，终于好了，终于好了，球飞进里面了，飞进里面了。哦，哦 ，OK， 再来一次。OK, whatever. 黑洞，黑洞，黑洞，黑洞。黑洞呢？它有时可以，有时不能够的、哦，不明白是什么样子。我试看，如果比较少人的地方呢？这边来，黑洞。What the？我在干嘛 ？OK， 那边黑洞开始哦，全部都吸进气面了。他就是意思说，他可以把所有四周围的那些人呢，全部吸进气里面，然后一次过爆炸，然后他们就完全啊、不见了，他们就完全消失掉了。OK， 现在呢，我们要先来一个 helicopter 快先，来 helicopter 快，跟你的朋友一起相似吧。哇 ，everybody freeze， 别再开枪射我啦。OK， 我现在要尝试这个电了啊。OK， I'm freeze， 来，我电你，再电你。我再电你，哇，让他们非常有高潮感觉。哎，电你 ，Yeah baby， 哇，哎，看样子，很可怜啊、哦，被电伤害的那种感觉，被电 shot 的感觉、啊。哎呦 ，Really？啊，这个效果真是很不错，他们可以做这个模组的做法，效果真好哇！没想到连这辆车都可以给我电到飞掉啊！电，还、啊、没事的，应该是我撞到他的关系吧？哇，我身体都已经有电了啊 ！OK， 我应该是按到了那个时间 ，OK， 来 ，unfreeze。然后再见你们。OK， 所以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个，就是啊、push everything away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他们所说的那个，我们跑到哪里呢，所有东西都会跟着我们一起闪开样子。OK， 我们看我们的 menu， OK， 一个叫 force field。OK， 开始了 force field， 你看一下啊，我跑的时候啊，所有人都会跟我一起飞，他们给我撞到撞倒，看啦、啊，哇哇老，这个 ambulance 在这个什么，这个消防车 ，OK， 这个人跑得很快啊，他们都跑得很快，看这个掉了，他们都掉，全部跟着一起飞哦，看到吗？看这个，哇！我急救这个不是撞好各位 ，OK， 我不是撞他，看我没有撞他，他的车都会跟着我一起飞，看啦、啊，因为我要用开呢，第二方式。那有个摩托哎，我刚刚有看到你那辆摩托在那边飞，在那边跑了，那辆摩托跑哪里去了？所有车都是跟着一起飞啊，他们都一飞掉啊！看各位，看啦、啊，过来哦 ，OK， 然后我可以再拿它过来，来跟那些车一起走吧。按、啊、什么影？好像变slow motion了。
OK， 好，现在我把我的时间改回去一点。OK， 来 ，Come on， 哇，全部一起恭喜飞啊 ！OK， 那我们试看一个，最后一个叫做 Electric Field，Electric Field 是这个。OK， 现在我们的那个能力是超强啊，各位。OK， 看一下他们进入 Electric Field 会什么样子，会发生呢 ？OK。东西都会着火的、啊，全部东西都会受到伤害，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子吧。来 ，Come on baby。OK， 我不要装那个 electric field 啊。这么样什么狗的声音啊？啊 ？OK， 来，我先把那个 force field 关掉先。OK， 你们的车子可以靠近我了，但是当你们靠近我的时候呢，你们将会被这个雷电。受伤哦，真的是哦，真的是有问题的哦，谁一靠近我都会死哦，哇哦，哇哦 ，so crazy man， 去找一些警察来测试一下。这位警察，啊，怕被雷电算 ，OK， 跑去这个监狱里面吧。这个监狱也许里面很多那些犯人可以救，还有犯人反正也都，那些犯人都已经要死了嘛，所以我觉得已经没有用处了啦。哎，干嘛有人跳啊？What the？ 我不已经拉到他了没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罢了。Kinetic 的那一个模组 ，OK 测试。所以呢，下一次的那个剧集呢，我就看一下，如果 Kinetic 的这个他的这些力量呢，可以让我利用在其中一个模组里面，那会更加的棒。OK。我们先看一下到底哪一个模组以后可以利用跟这个 Fico Kennedy 这个模组一起合在一起，好吗各位？好的，留有下一个剧集吧，谢谢你们，感谢你们的收看，好的，拜拜。